这里是新西兰南岛的最南端啊，有一个小镇叫 Bluff。 那么这个地方是新西兰最南的一个小镇，然后它是距离南极最近的一个小镇了。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餐厅啊，叫做 Oyster Cove 啊，他做的那个海鲜还是蛮不错的。不过现在不是那个生蚝的季节啊，没有那个 Bluff 的生蚝吃，现在只有一般的 Pacific 那个 Oyster 吃啊。但是还是相当不错，风景还是相当不错，相当值得来看的一个地方。来，我帮你点两个银子。